今天的海螺，咕咕。下北泽，下北泽呢，相信对日本潮流文化有点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是古着爱好者殿堂。然后什么是古着呢？其实说简单点就是二手的衣服嘛。那我相信可能国内大家对于二手的衣服什么的可能还是有点抵触的，包括海螺我个人也是对二手的衣服可能有点抵触啊，什么听大家说过什么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什么的。但其实呢，日本啊，它在这个商店里贩卖的这些古着呢，对于这个卫生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，我相信没有大家所顾虑的那些问题。那今天呢，就带大家来下北泽啊，古着店最多的一个文艺青年的圣地，带大家来淘一下宝，看看能找到什么好看的东西。Let's go。现在这边下北泽挺多店都是可以用银联什么的，所以大家注意不要把吃东西带进去，里面是不能够吃东西。艾弗森，二手的吗？对的，一股味道。那你可以洗一下。就是这个店名。白桥。看一下这家店，这家店店名应该是这边绿色这个，我不太确定，好多古着店店名都找不到。不好意思，这好像是新店，不是古着店。你看看这几件 T 恤，好有意思，布奇和还是刺绣的，Supreme 的 Boxer。哎，这件我觉得还行，就比你刚刚拿那件蛇皮带好看一点。有没有？请喝可口可乐，还是杜克商品？还是新到货？这颜色好，我觉得这颜色。这件衣服不错，而且质感还行啊，关键价格便宜啊，只要2900。我觉得这个好一点。我也觉得这颜色。看这个模特搭配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料不穿，下面问的好看。像这一件这种的马甲，是我今年夏天特别想买的，春夏搭一下的。这件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只要6900，但是这个标，个人感觉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标，啊，没有这个标，我觉得挺帅的。Chicago。我对于古着还是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这家店是我比较了解的比较多的，就是好像是日本最大的一家古着连锁店了，就是在其他地方不止下北泽，在其他地方都有。然后这家店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它这边各种美式的工装复古都有，日式的。好多工装短袖，都不错。肤色挺好看，真的。还 OK 吧？迪克式的各种颜色的工装短裤，哇，你看，
这个古着，你看它成色超级新的，感觉像新的一样，只要3000多。这种是经典款风衣，拍子好听，才23000，对吧？发布瑞的，只要20000多。所以说你来这种古着店其实经常能淘到那种好东西， LV Burberry 这种只要1-2万日元，就几千，小2000人民币的。这边都是 Burberry。 阿芙劳伦的灯芯绒的裤子这么多，其实我觉得我身上这条比较好看，它是比较粗的，像他们这种都是比较细的灯芯绒，但是颜色款式比较多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巴布林手绢，好旧。香奈儿的，香奈儿的丝巾，嗯，李维斯专柜，当然都是古着，像各种款式，李维斯牛仔裤各种款式各种尺码都有。这边还卡哈尔，基本上这种美式工装在去古着店里面都是很常见的，像卡哈尔的，然后迪克士啊，然后像李维斯啊，这种都挺常见的。卡哈尔的外套虽然现在已经天热了穿不了，这件真的不错，只要9000多。然后他这个穿久了就之后这种做旧的风格非常有韵味，这件还可以。对，古着你就能淘到这种好东西。然后这家店我是在网上搜到的，听说是军事风的古着超级多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刚刚去那家店它不能够拍照，但其实里面东西挺让我失望的，就是哎，网上找的店还是不太靠谱啊，就店很小很小很挤，然后里面的那些军事装的衣服，军事风的衣服呢，其实我感觉比较老气啊，就是像好多大叔也在里面挑嘛，就感觉像中老年人专场啊。哎，看看别的店吧。下北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了一家 COCO， 超级多人排队。不知何时下北泽还开了一家鹿角巷。鹿角巷我之前在天空树是有喝过一次，价格感人。然后我觉得鹿角巷并没有那么好喝。我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喝。一点点才是王道，好多人排队。Coco 吗？一点点才是王道， Coco Coco 都是垃圾。垃圾，你可拉倒吧。这家店超多 A 级正单，也都是旧鞋，但是保养挺好的。这边 Supreme 的衣服是阿里，那现在他这边卖4万多。6万5。红酒版。嗯，好玩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件 ？Mike Kelly 的里面，某人特别喜欢这件。我觉得你说那件真的好好看，宝石，但我觉得这不好看，是因为你丑，真的不好看，看谁穿吧，好吧。国内听说 Converse 抢到爆，日本好像基本上没什么人问津的，这双是日本限定的配色吧 ，beige。还有这件，这件我觉得超赞。
那你有一个芝麻之间的黄色的那种，我想要蓝色的，红的也行啊。黄色的正好配上我的 AirPods 的壳。什么颜色？黄的。啊，不错哦，送我了。真是一发入魂，一发就赚到了我要的东西。感谢柚子掉来的芝麻街。芝麻街这个鸟叫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配我的黄色的 AirPods 的套子真好。I'm missing you, my honey. Don't you? 我是一个被你变忧郁的小丑。Oh yeah, 每天都有情话想不想听？Just tell me, 求求你给个回应，让我开心。I'm ready. Oh, I'm not a player, 但你总不相信，想把自己变帅，只为了衬托你。When you need a lover, 随时可以 call me. Just call me. Just call me.今天就逛到这里了，其实逛了是逛了不少店，但是感觉每家店其实东西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那些款式，然后店好小，人好多，古着的衣服味道还很重。本来是想买一件，我是打算买一件那种短袖或者是那种马甲，就是那种军事风的工装的，但是实际上挑了一些感觉就不是特别的理想嘛，没有买。本来想入手我人生中第一件古着的，算了算了，看下次有机会吧。然后今天就到这里吧。我还没有到这里，等一下去看复仇者联盟四。晚上去看一下复联四日语啊，也不是日语，就是日本版字幕的。然后今天就到这里，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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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